这再说，梦中有梦中的境界，定中有定中的境界，随着定功起身，境界不相同。诸位细细跟科学合起来看，有阿罗汉，我们在《地藏经》里面看到，婆罗门女，他的母亲过世，他知道他的母亲生前造作很多恶业，依照佛的教训，他一定堕了。那究竟到哪里了？不知道。他请求啊，阿罗汉，阿罗汉入定，定中呢，见到他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，这就说明地狱道的原次跟我们人间的原次不一样。他入定了，他就能突破。他能够进到五度空间、六度空间，用定的方法能够突破，能够见到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他见到之后，出定的时候再告诉他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观察的时候，这就是事实啊，这不是幻觉啊，是事实。确确实实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证明，阿罗汉的定功并不很深啊。佛在《楞严》上讲啊，他的在这个定的等级来讲，他是第九个层次，第九定的。菩萨的定功更深，菩萨有许多等级。如果从华严经上看，从初住到等觉41个阶级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定功啊，就41个不同的层次。